假如航拍用风筝，下单，收货，回家，改装。曾经用过干电池的 iPhone 6。放风筝呢，一定要远离人群、电线。当我没看见。手机呢，已经固定好了，上面挖了个眼儿。看一下我朋友的风筝，30米的大尾巴。哇，这么容易就起来了？尾巴拽一下呗。一条毒蛇。好，打开这个手机的摄像头。好，放了。瞪一下，我一放你瞪一瞪。放。我的航拍。我放下了，再起来一点就好了。对，等风，等风，等风。没风了，哎呀！拽拽拽！这个风筝改啥？改成个底盘不行，上半截不行啊。风筝呢，总偏重，现在给尾巴加重一下。哇，绑块石头。这次尾巴上配了块石头，加了一下重，看看能不能放出700米线。有100米线了吗？蹬线，蹬线。坠了，坠炸机了！那边了，还有个精神小伙搁那摇呢，摇他的打横的那个小蝙蝠。最急了，风儿趴地下了，精神小伙就糗去了。啊，实践证明呢，手机当航拍根本不行，画面太陡，然后摇了几百米线呢，手都累完了。我把手机已经拿下了，看着小风筝飞得多稳，带着手机呢，负荷确实增大了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赞关注，回家。看看啊，开车需要技术，没毛病啊。